妈都等你一个小时了，你就出现一下不行吗？阿腾现在的状态很差，哎，他已经两年没有创作过什么好的作品了。阿腾，你歌什么时候给我啊？你如果不会唱歌，就别浪费大家时间好吗？今天这个是金曲奖，你要是耍大牌哈，你以后就不要混了，你知道吗？年轻歌手阿腾的第一首热门单曲。五年前，我站在这里唱歌，你就是我心中唱的最好的。今天回来，我想唱我写的第一首歌，追寻唯一，你是我的唯一。绝对不放弃，绝对